大家好啊，欢迎来到我的 YouTube channel。 哇，眨眼呢，我的仔子乐已经是六岁了。我每一年呢都会为他呢精心炮制不同主题的生日会。你们知不知道今年他的生日会是什么主题呢？同埋呢，我就邀请了很多亲朋戚友同埋呢他最喜欢的同学仔啦，来陪他庆祝。咁啊，好多謝你哋嚟佢嘅生日會啊！今日生日會咧，我自己都籌備得哇，好辛苦啊！入邊咧，無論係嘢食、禮物、蛋糕、表演，全部都係非常之精彩噶。唔講咁多啦，即刻去片。我祝子乐咧步步高升，快高长大，多谢食爹哋妈咪嘅最紧要啦，充满爱，多谢。我祝个子乐身体健康，身体健康最紧要嘅，咁啊同埋聪明伶俐啦。祝阿子乐身体健康，生日快乐，系啊，快高长大。我希望佢咧，妈咪年年都帮佢搞生日会啦，咁我哋又年年都可以一齐聚一下啦，一齐玩啦，耶！两个单位咧都要非常之多谢就阿 man， 咦佢惊到跌凳添啊，唔紧要嘅。多謝你咧，年年都幫子樂搞生日會嘅時候都會參與咯。嗱，呢啲咧係襟章，你知唔知咧？每年咧呢個襟章都好大受歡迎啊。咁係啊 ，Paddy 啊 ，Paddy 好好啊。Hello， 子樂，祝你咧生日快樂，身體健康啦，學業進步啊，同媽咪咧越嚟越開心啊。係啦，聰明伶俐，一定要孝順媽咪，因為媽咪咧對你超好。今日咧你好似有啲勁魔術喎。係啦，除咗我表演魔術之外咧，我會同子樂合作變一個好勁好勁魔術。講唔講得㗎？呢個陣間睇片咧。我想睇佢啲靚片咧，都喺 YouTube 度，係咪呢度啊？係呢度。係啦，呢條 link 嗰度。係啦，麻煩大家 subscribe 佢。係啊。Happy birthday！ 表哥。耶、yeah, ！希望子樂佢快高長大，聰明伶俐啦。Hello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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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我哋祝子樂生日快樂 ，Happy Birthday， 快高長大。好啦，呢个时候咧，我要攞埋 Jimmy 过嚟 ，Jimmy 过嚟啊！嗱，呢个咧系超级著名嘅蛋糕建筑师。今日咧，我系未见过佢整俾子乐嘅蛋糕噶，我而家好紧张。咁咧，佢都系好照顾我哋嘅所有嘅蛋糕，佢真系整得好靓噶，好期待阵间，请大家 follow Jimmy 嘅佢嘅蛋糕店同埋佢自己嘅私人嘅 Facebook 啦，同埋 IG 啦，希望你哋咧 follow 佢啦。好啦，讲翻呢度啦，嗱，你睇下呢度，你睇下我咩事先。佢哋啊，每一年啊都好支持子樂生日會。我哋叫Face Painting Hong Kong 一個Twitter 嘅painting。祝佢生日快樂啦！聰明伶俐啦，主要孝順父母啦。咁咧，今日阿爹好好啦，就幫我咧安排咗好多。你講下係你個鋪頭喎，你個鋪頭名啦。我鋪頭華星冰室嘅嘢食。華星冰室咧，請大家多多支持啦。Hello， 子樂 ，Happy Birthday 啊！大口姨姨好愛你啊！記得一定要記住大口姨姨啊 ！I love you。好啦，呢個時候咧，睇下今晚我哋食咩餸先。我就嗌咗好多 pizza 嘅，因為我仔中意食。菠蘿咩夏威夷 pizza 啦，咁跟住咧嗌咗好多啲到會啦，大家支持下華星冰室啦嚇，我阿爹噶呢啲嘅嘢食。嗱，今次咧呢一部咧上上簽咧係 very good 噶，咁佢哋好好啦，見唔見到咧？其實咧我係專登咧擺咗子樂今日嗰個 theme 啊，咁佢係佢中意打機嘅一隻公仔係佢自己設計嘅。俾佢去做一個相架，希望啲賓客嚟到咧喺呢度影一相，翻去留念，以後都會記得佢六歲生日啦。今日咧，我覺得我要 enjoy 我自己啊，
個 life 啊，所以咧我就決定咗好乖咁坐喺度畫。係啦，咁我見到你咧有好多作品咧，係咪全部都係你哋設計㗎？係啊，我哋自己畫。好啦，今日咧多謝大家嚟到子樂生日會。咁咧陣間我見到一個好靚嘅蛋糕，就係 Jimmy 哥哥整俾子樂嘅。咁陣間咧，我哋七點鐘咧會有一個魔術表演嘅喎，子樂咧係會同埋彤彤一齊做呢個表演嘅喎。陈君章，你揞住佢，揞住佢，呢边又系揞住佢，准备施魔法咯，好，预备，一、二、三，魔力，魔力，轰！完全身起咗喎，冇嘢啦，系咪？好啦，准备先，哇！好啦，你可以瞓醒啦。掌聲啊，子樂啊嘛！你要俾掌聲，你感動到咁英明嘅小朋友啊！呢個邊個嚟㗎 ？B B， 係啦，咁呢個就係、是，呢個 Carrot， 係啦，就係 Jimmy 整俾你，你快啲多謝 Jimmy 哥哥先啦。嚇？嚇？轉頭可以食嘅，轉頭可以食啊！姐姐祝子樂生日快樂，快高長大，聰明伶俐，記得要孝順父母，知唔知道？知唔知道啊，先生？嗱，呢個就係咧我嘅著名經理人啦，我嘅人生都係佢噶啦 ，Kenneth 啊，黃總啊，冇人唔識嘅 TVB。OK， 姐妹子樂要快高長大啦，要聽媽咪話啦嚇。嗱，呢個真係唔使講啊，好兄弟 Jack Ten， hello， 佢咧嘅 IG 就喺呢度啦，系啦 ，Facebook 呢度啦。其實咧，佢係一個咧好好，即係好有心又有愛心，影相又靚嘅一個名攝影師。每年子樂生日咧，佢就算佢唔得閒，佢都會揾朋友幫我影。如果你真係好忙就我都唔阻你，但係佢都話唔得噶，我一定要噶。點樣都排除萬難都要嚟影。係啦，咁啊，子樂你真係好多人錫你啦，咁啊，多謝 Jack。好，子樂生日快樂啊 ！Happy birthday， 快高長大，孝順媽咪爹哋。多謝，多謝 Danny， 多謝 Danny 嚇。雖然你冇嚟，人冇嚟，但係遲啲就會再同你食飯。係啊，幫佢整多啲產品，攞啲產品，攞啲禮物俾阿子樂。好耶！ Yeah！ 好啦，祝阿子樂咧快高長大，跟住之後咧最緊要就揾多啲，唔係，最緊要咧讀書成績好，同埋快啲溝我女。已經是注定了的了，我知道，但都要溝的，不是你講了，是要賺多些錢先，是啦，賺多些錢溝的，不用擔心那些嫁妝，我要準備好了，兩層貝沙灣向海千五尺，咦，上次三千尺或者減了，那兩層加上千五尺就是三千尺，差不多，你不要計算那麼足了，好不好？哇，多謝陳家，恭喜曬啊，你姐姐六歲了，哇，又靚仔又好玩，是不是？是啊，我想跟你說今天真的很感恩，因為他是借出這個這麼厲害的場地給子樂開生日會，快點跟大家說這裡是哪裡？23 Payland 在 Megabox 12樓，是啊，其實最重要是因為我們有位教授來到這裡參觀的時候，他說 Connor 這個垂滑梯很重要，我問他為什麼呢，他說你知不知道小朋友現在為什麼沒有冒險精神，他說你的滑梯衝下來下一個刺激是令到你的腦是立刻激活他的，所以他說小朋友要多一點刺激感，所以你就買了這個地方來做，是的，我就做這個三米高一個這麼正的叫魔鬼滑梯，令到小朋友激活他們更加活躍和有冒險精神。 Hello， 今天真的很開心啦，喜歡子樂生日會這條片的你們記得 subscribe 和 like 和 comment， 我們下次再見。